回到现场来关心，国军对美采购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，陆军今年初还特别派官兵赴美受训，但最近却有中国网友在微博贴出我国官兵在美受训的照片还有姓名，忧心是不是资料外泄。对此，国防部长顾立雄受访时强调会向美方来反映。